主料，面粉500克，辅料酒面300克，准备时间1到2小时，制作时间10到20分钟，酒酿，加入面粉和成面团进行发酵，包好的面团排气搓成小条，切成小剂子，把小剂子滚圆，放入蒸锅醒发20分钟，醒好后开大火蒸20分钟即可。烹饪技巧，这个酒酿面团很粘手，要多用些干粉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访问 TT News 点 XYZ 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